同意。主席，嗱，即係喺社會科學裏面咧，有兩個問題，一個縱向比，一個橫向比較啦，係咪？咁我哋去睇下呢個曾偉雄得唔得嘅時候，當然同佢前兩任去比較啦。前兩任都係我有一個係我嘅校友李明葵。嗱，我舉一個例，認錯問題。主席，1997年你就喺裏面，我喺外面，你喺裏面個會展中心，會展裏面嗰個回歸大典，我就喺出面。OK， 咁大家都知道有貝多芬事件啦，係咪？即係揾啲貝多芬嘅雄壯嘅音樂去遮住示威者話平反六四、追究屠城責任嗰啲聲音。咁喂，初頭李明葵都想狡辯㗎喎，佢就話喂，這個回歸咁緊張幾日，咁我俾啲歌佢哋聽，其實唔係淨係貝多芬㗎，有粵曲，有時代曲。後屘講下講下，終於抄咗出嚟，原來佢自己都認，係因為有一個更加好嘅願望，就係唔想衝突，咁冚住聲。咁裏面嗰啲人又唔嬲，出面嗰啲人就以為播音樂，我都以為係，咁咪消弭咗嗰個衝突咯。當然呢個咁嘅做法梗係錯啦。消弭嘅代價就係即係令到嗰個表達權受到制約啊嘛。佢承認喎，錯咗喎。佢臨走之前開架座駕車出嚟，我俾個貝多芬嘅聲帶佢，佢攞喎。佢覺得自己係應該錯喎，唔應該咁做喎，佢咪垂教咯，係咪啊？華盛頓話頭斬樹咪斬樹咯，使死咩？而家係咪老豆揸住個斧頭問我，梗係認啦。輿論咪嗰個斧頭咯。喂，而家曾偉雄千夫所指都仲喺度死頂，你話老實講，如果李明葵係值，舉例咁講，值30萬人工，佢值3皮都唔得啦。是咪啊？我哋成日讲问责，问责者系咩啊？就系、是、最高嘅负责人会为佢下边直到去扫垃圾嗰个人嚟问责，直佢嘅问责迫使下边嘅人交代真相而问责，揾出个真相。主席，我哋讲咗咁多，我亲历其境，你谂下，小弟假假地都系一个议员，假假地都系。全香港人認識最多嘅，講警務人員光天化日之後搞一個全香港認識民，即係呢個認識最多，即係民間認識最多嘅人，肆無忌憚。你諗下對小市民係會點？我唔係為我自己啊，我知我自己僥倖啊，係俾傳媒24小時監察啊，瞓覺又俾人話，係咪啊？喂，咁你咩事？有咩唔妥？梁光議員，喂，我而家我作為議員，我解釋我為其他市民請命去減佢人工都唔得啊！喂，如果唔係就話你議員淨係講自己嘅嘢，一個警務處長去為佢嘅下屬光天化日之下，對一個議員同埋全港認知度最高嘅人用過分嘅暴力，咁你諗下佢嘅下屬？在暗室里面会做乜嘢？在楼巷里面会做乜嘢？在冇镜头之前会做乜嘢？喷得我就打得人，所以我唔系为我自己请命，我喺度讲嘢。我问你啊，民建联或者其他嘅议员，你有几多警察暴力嘅案件喺你嘅手里面？梁国雄议员，你发言请对主席发言。系主席。唔好意思，因為我真係一講起咧就你已經第16次發言，唔係我熱血上升啊！因為老實講，已經發表咗嘅意見就唔好重複。冇啊冇啊冇啊，我冇噶，我而家就係做緊呢個縱向比較啊啊！嗱，李明葵係一個認錯嘅人，鄧景成又認錯，喺嗰個所謂嗰個叫做乜嘢 upload download 事件，我都唔記得咗啦。小弟走去話佢喂，你有冇搞錯？拉嗰個咩天王？喂，你有冇搞錯啊？你話？喺個網裏面人哋download 咗俾你，你 upload 都犯法喎，你有冇搞錯啊？你點執法㗎？佢又認錯，錯嘅呢個樣嘢係唔啱嘅。喂，表率啊嘛，
纵向比较嘛，唔好话我用我把尺去量人哋，我系用翻佢先辈嘅嘢嚟量佢哋。喂，李明葵冇面子噶，冇面皮噶，冇脑力噶，点解认错啊？错就系错噶嘛，佢知道一个位高权重嘅人不认错嘅后果嘛。喂，老毛话呢一个三面红旗冇错，死咗3000万人，唔认错文革咪整多啲咯。好彩嗰阵时冇天灾啫，唔系仲死得多人。喂，我哋而家俾钱个公，我哋俾公帑出去，叫一个人去行使一个非常重要嘅权力，就系镇压之权。好似林彪讲，咩叫做镇压之权？我哋唔监察佢啊，阿哥，嗱，做纵向比较，李明葵、邓景成，全部唔系有错必认，系明知道走唔甩嘅错必认。咁仲想点啊，哥？你而家你个曾伟雄有边错？有边个？有边次认过错啊？嗱，我问啦，我而家真系征求啊，各位网民，你如果征求到呢个曾伟雄讲对不起，除咗佢踩亲，即系佢踩亲人只脚嗰啲另计啦，即系公开话对唔住啦，我真系错咗，我未闻之有啊！你话咪佢真系天下无敌，系做新嘢都唔错嘅咧，系咪啊？咁你而家喺呢度？一個大人物，一個有權柄嘅人，下面有一個個都有權柄嘅，你唔認，咪即係叫下面嘅人好似你咁咯，係咪啊？喂，警察喺個警署裏面非禮奸污少女，認錯嘅要，係要認錯噶，唔係話喂入到警署嗰度，唔通我分分鐘睇住你啊？冇噶，係咪啊？所以喺一啲不能不認錯嘅時候要認錯，呢個都唔係曾偉雄認嘅。老實講，好啦，我哋今日講就係話唔俾錢佢啊嘛，唔俾錢佢，叫保安局唔好俾錢佢。咁保安局冇人喺度啊，揾個醫人嘅人嚟。嗱，咁呢個保安局又叫人認錯嘅喎。嗱，保安局點樣叫人認錯呢？就係、是、黎棟國咧，就喺菲律賓叫人認錯嘅。喂你警察做得差，咁啱咯。保安局叫菲律賓個警察總長認錯啊嘛，點解保安局唔可以叫香港個警察總長、警務處長認錯呢？主席，點解一隻手指指人，四隻手指指自己？係咪？雖然間你可以講未出命，出現到死人，咁唔通死人嗰陣先認錯咯？係咪啊？所以我可以同你咁講，這個黎棟國在菲律賓人質事件的英勇威馬其實沒有，不過做了，那為什麼自己現在今天本席在這裡告訴他們，你在你局底下的你眼皮底下有一個人是有錯不認，是不是縱容奸惡？不是所有警務員都奸惡，而是被這個曾偉雄那番言論感召到的人，即好似黑巫術咁樣，係奸惡㗎嘛。咁我而家今日喺度問佢責，有乜錯呢？係咪？嗱，仲有喎，曾偉雄嘅上咗台之後呢，仲有好多嘢㗎喎。喺處理呢個警民衝突底下，係咪？你我睇到㗎。對於群眾同群眾之間嘅衝突，你哋錯嘅，唔係淨係對愛字頭好嘅，係對愛字頭差啲都有嘅，就叫做和平與愛佔領中環嗰啲係差啲嘅，對嗰啲唔係淨係愛字，你哋全部都唔識，唔係啫，愛字頭一定係好啲嘅。喂，阿哥，主席，我自己親歷其境，喺旺角，我一去到。俾退休警務人員，又係佢哋鼓勵㗎喇，又係不適當嘅，又係不了了之嘅，就係話退休嘅警務人員，當佢交返個 pass 嘅時候，佢唔係警務人員都咁講㗎。哥，咁你出緊糧，你係咪警務人員啊？哥，你有冇權？你有冇機會再重新行使呢個公權？喂，成扎人為咗打我講粗口喎，哥，呢度唔准講嘅嘢喎，問候我阿媽喎，咁你知唔知道警察點講？喂，梁議員啊，你快走啊！
六七個人，我大佬啊，我有言論自由係嘛？我睇下嘢啫喎，我啱啱踢完波，因為我遲到抵死啦，踢完波去睇。喂，我保護你安全啊，咁樣，喂哥，有冇咁道理？如果佢仲講句喎，如果你唔係咁，仲有我哋要拉你噶咯，因為你破壞公安嘛，分分鐘。阿哥，咩人嚟噶呢班人？我知道嗰位警務人員係唔好意思啊，佢講佢同嗰梁議員嗰陣時眼望嗰邊嘅。因为佢唔好意思嘛，你点样样去執法啊？哥，大量系因嗱有冇现职嘅警务人员？我唔讲，我真系认唔到。被认定咗系过去嘅警务，你系鼓励，一唔鼓励，唔好讲政见。佢哋成你而家呢个保皇党就话长毛你讲政见啱嘅，样衰唔啱，够得佢哋样衰，每一句都系侮辱女性。喂！咁都唔使評論喎，我訂咗 pass， 所以佢有權表達政見，唔係啊嘛，紀律部隊嚟㗎，唔好意思，係紀律部隊啊，唔係普通一個嘅公務員啊，佢個公務員都唔可以咁做啦、啊，你個答案係乜嘢嚟㗎？抌咗 pass， 冇公權力就可以繼續做啊？你咪講嘢啊？佢憑咩指教我啊？話呢個梁國雄議員態度唔好啊，粗暴啊，主席。偏頗，依一個壞，一個惡性嘅表現。偏頗而係鼓勵惡性就係邪惡 ，evil， 係咪？咁你而家呢個周偉雄長期咁樣係呢個擾亂呢個視聽，令到佢部下接收一個錯誤嘅信息，就係對待你唔中意嘅人可以濫權。越唔中意嘅人可以攬多啲權，攬權如果唔得嘅時候，就攬用暴力。老實講，香港警察都唔算太暴力㗎啦。但係我話俾你聽，陳偉議員講得啱，城管化你就冇㗎啦。我都未講到，因為呢個分目又未講到嗰啲叫做嗰啲小販管理隊嗰類嗰啲，或嗰啲我一仲我都要講。嗱，成個紀律部隊係有四大個紀律部隊嘅，你都知道啦，係有四個紀律部隊，係咪？咁你如果警察嗰個警務長做得差，有冇有其他嘅紀律部隊？所以我就講保安局啦，就唔係針對佢啦。好簡單，海關捉犯就係啦。喂哥，你而家做呢個四仔，我揼你得啦，係咪啊？消防又係你阻住個救火，咪嚼你咯。是不得的嘛，手上有權柄的人就等於練武的人，好似曾俊華講啊，我不輕易出手的哥，我出親手都是識點到而即止，有擂台教技，咁不是話喂既然間喐得手了咪打到你嘔血為止啊，呢個是個錯誤的觀念嚟的嘛，是不是在四大紀律部隊裏面，紀律最嚴明的應該是警察，跟住先輪到海關啊消防那些嘢。是咪？咁你而家喺呢一個警察嘅部門裏面不停咁對其他嘅紀律部隊，所以主席，我係講緊保安局啊，保安局管理底下噶嗰啲全部都係，所以你唔好制止我啊，係有三大紀律部隊睇住佢頭。好啦，黎棟國一隻手指指人，四隻手指指自己，佢話人就叻，佢對於佢下面嗰個直屬嘅呢個警務處處長嘅劣行。不置一詞，反而仲為佢嚟遮羞，就好似呢個而家講呢個高鐵咁樣。喂，我真係覺得啲議員講得好好笑啊！喂，佢而家最緊要唔好炒住啊，俾佢繼續啊！喂，摩連奴輸咗波即刻走噶，係冇人噶，西甲英超全部即刻走噶。喂，嗰啲係商業機構嚟咋，自己嘅咋，公營機構可以咁嘅咩？可以繼續留喺度嘅咩？輸多兩場先啊！所以你話呢個官場文化係咩？所以我今日佢問佢責就係、是、一言而興邦，一言而喪邦。你自己明知道係四大紀律部隊之首，你個局長又知佢係之首，咁你對於佢明顯濫權唔理。好簡單，仲有一樣，消防處又係紀律部隊，走去《東方日報》嗰度查人哋個電腦房，話可能會着火。
人家話做咗啦，最近都唔得要去睇你咁，呢個咪係濫權咯。我係消防，我係消防嘅，我紀律部隊，你東方玩我，我咪入去咯。呢咪濫權咯，淨係我咩？東方日報啊，反擊會死人都係咁做啊！你話而家已經係到咗咩嘅地步啊？